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核弹头。这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在120寸屏幕上玩《最终生还者》是一个什么体验。这是我买的一个120寸抗光幕布，这是投影仪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开机的效果。现在打开 PS， 这也是在灯光下的一个效果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灯的效果。现在是关灯以后的效果。